大明啊，大明，干啥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跟慧慧在家看家啊。姐姐一会儿领孩子去那啥去啊。你跟慧慧在家看家啊。慧儿啊，来，姐告诉你事儿。来，姐告诉你啊，你跟大明一会儿在家看家，听着没？看你把床上都铺好了。冰，啊，别叫了啊，爱叫了。大汽车把盘儿都饿死啊，这么多小时没吃东西了，还挺精神的哈。壮儿真可怜，哎呀妈，给我们，壮儿，我查一下里边都没事儿。还没吃。不饿，呀妈！有病吧？惹祸了。嘿，你不饿呀？你不吃饭呢？啊？你要玩啊？没意思呀？都醒了。我这等壮壮打针呢，买份炸串吃。正好旁边就是一家炸串，买炸串他给我赠了个刷子，还赠了这个料。这家炸串挺有意思，这里边有豆腐卷、豆角、肠、千叶豆腐、鱼豆腐，还有炸蘑菇。我还买了一份拌面，正好这个刷子上有点油，我就都刷到面上了，这样不浪费。我发现学校附近的好吃的呀就是多，一家挨一家全是吃的。这面好吃啊，宽的，完还贼有咬头。它跟油泼面挺像哈，但是它叫麻辣拌面，差不多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在车上或者是火车上吃的东西特别香？尤其是火车上那个泡面，就跟在自己家的不一样味儿。蘑菇，可小了，这属于小串好像。味儿还挺好，他家干料挺好吃啊，就是一个干料一个辣料，那个辣料还是热的呢，应该是现泼的。你说你就不能整大点挺好吃吧，整这点吃多费劲，你说穿也费劲呢。一口两串香菜卷，妈呼一嘴料。他这么大才穿一个签子，有点卷圈儿。我倒腾倒腾啊，我想吃这豆角。
这豆角吧，有点汁儿吧，炸吧的。我先吃一串吧。豆角好吃，就尤其这种豆角过油特好吃。这样的豆角炖就一般，我要自己做这种豆角都感觉味道一般，没有那种大的好吃。你要说炖豆角还得是那黄金钩啊，下弯腰好吃，那紫花油豆。每次必点的淀粉肠，它这个花边有点不咋飞哈。它这个肠没有麻辣烫姐家的肠好吃呢。这给玫瑰姐留的。有点晒。这是我搁家带来的蜂蜜柚子，就我鞋子个儿，我手指的方向就是个便利店。我昨天睡得可晚了，一直就是陪小猫来着，因为它刚做完绝育吧，就是心灵比较脆弱，给它圈起来它就嗷嗷的叫唤，然后在那个笼子里边后空翻。后来我看不行啊，我还是放出来吧，陪陪它们，然后直到他们睡觉了，折腾累了，然后我才睡的。QQ 肠。这小串做这么点是不是就为了不浪费呀？他家那个老板可有个性了，然后我看他家门顶上写个出队，然后还写个正常营业，等我走的时候还告诉我吃好再来啊，我心话，我下次再来你家能不能关了。蘑菇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串啥样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就一样都整一点。这大盘子一共花了30多块钱。千叶豆腐，点了两种豆腐。我那个辣椒油和干料都没用完。
拿回去还能自己做点啥？干豆腐、金针菇，刷反了，这边没刷着。这嘎子吧，车来车往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特别吵。我把这先放一边吧，一会儿剩这辣椒我就倒面里边就都吃了。辣椒我就都粥面里了。妈，这盒我得留着，1块钱呢。吃完了，简单把车里收拾收拾，转转，再有一个半小时都点不完。半小时都点不完，你信不信？嗯，得呀。郁闷了，小庄。没有。郁闷了。没有。